我们就按照搭档来做吧，女生在前面，男生在后面。怎么做？坐下来。哎呀，我就这个命，是给你按摩。我坐后面的主要目的是给你按摩，是吧？行，按摩也行。好，手机收一收，手机收一收，开始运动会了。手机收一收，准备运动了，朋友们，不要玩手机了。我跟你说，现代人就是拿到手机就是忍不住的，都给我吧，拿了吧你。收手机，收手机，我藏在后面，真的会忍不住。班主任，班主任，没有办法，收手机。